OK，我们继续，好吧？来，打开这个探索模式和挑战模式，这是 roguelike 吧？好像，这好像是 roguelike。随便搞三个角色，启动模拟宇宙。这好像是其中的一个玩法，是吧？嘿，为啥别的直播间都是回合制节奏，这里这么？因为刚刚说回合制的被我骂爆了。查看已有祝福。哦，进入战斗时也陷入冻结状态，有150%的基础概率，什么意思？角色提供护盾，下载角色，还能再加一个角色吗？再加一个317吧。绝切灵，冲！节奏终结者。这个不能打开的，我靠！一般这种箱子可以打开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喜欢玩这个回合制，你就不看呗。你真的是跳梁小丑啊！喜欢找存在感，那是现实生活当中完全没有存在感的小伙伴才会喜欢到这里找存在感。你怎么不去英雄联盟官方网站下面说 MOBA 我不喜欢爬？也不去 CSGO 官方网站说 FPS 我不喜欢，真垃圾啊！你喜欢跑到这个回合制游戏下面说回合制我不喜欢，这不是小丑，这是什么？典型的跳梁小丑，说实话，对不对？不是一个道理吗？不喜欢你就走啊，你就玩你喜欢的游戏去，你喜欢出来找存在感，转圈圈，好一个转圈圈，小丑。所以呢，我这里的想带节奏的，当场被我骂爆了啊！他没有办法还嘴，因为他就是小丑，好吧，还不了嘴的，这怎么还嘴？无懈可击。出场了！生死虚实，一念之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长梦已绝。你不喜欢吃面，跑到人家面馆去说我不喜欢吃面，给我点份面，然后吃完说我不喜欢吃面，不付钱，他妈！人家不把你当神经病抓起来，你跑到回合制游戏下面说不喜欢回合制，笑死我了！我说实话。我没有资格，所以回合制垃圾，争斗坏了，受不了。这个直接打，这是 roguelike，每过一关有个 buff，有点香哈。规则就是用来打破。地图开大了。你来找茬的，是不是？你是不是来找茬的？这次爷会说话了，会呀、啊！哇、wow, 对，冻结状态，哇、wow, 300，哇、wow、这个 buff 好啊，这 buff 好。这不是像崩坏里面的那个剑团那个东西吗？我打到几百层。当前拥有代码。乱七八有点蹊跷的代码，乱七八糟的代码，什么东西？不运行，好吧。
这不是像剑团的那个东西矩阵。哎，崩坏三剑团矩阵啊，我想起他的名字来了，兄弟们，哈哈，这不是剑团矩阵吗？代码背包我有点没看懂。哎，总之打就完了。黑塔，有150个，进入最后一层，所有角色恢复至上限，下一层中进入战斗属于攻击力。嗯，下一层中进入战斗，所有敌人直接搞一波伤害吧。走，仙人掌，剑团矩阵呀，小伙伴们，这他妈的，这怎么是个剑团矩阵呢？这有没有东西捡？没有东西捡，下一层。永动队，最终，这已经是最终层了。先用砍他一波，好吧？打到弱点了，直接来一个战绩。转圈圈，转圈圈，不痛不痒。这一波打他死吗？要开始了，嚯嚯，转圈圈，群攻，单攻，来一下，来一下，这个人的大招。钻石送给你。争斗并无意义。这是什么？突然起鸡皮疙瘩的那个？吹！哎，我被烧呀！哎，吹他棒子，冻结吧！生死虚实，再来一招，长梦一绝。好肉麻啊！突然，这个果然我还是不喜欢萝莉啊，我觉得萝莉有点肉麻，台词和动作。我还是喜欢大姐姐，像卡夫卡、姬子这种。我操，帅到掉渣，兄弟们！哦，旅途正在继续。OK。